好，我是阿峰。前天跟六一大师出来都有空气了，然后今天我们准备再去试一下。我就不信天气这么好的天气会钓不到鱼。走，那我们赶紧出发吧。现在我们已经打窝窝了啊，就可以开始钓。看看，阿金是捕鱼了啊，捕鱼，还捉了一条虎鱼啊，发财了，看来可以，真的发财了，有个半斤左右吧。慢点，你不要往我这边走，看到我这边我就害怕。来，坐起来。哇，看来阿金运气不错啊。来给我放下去。老鱼都来了，来，可以。哇，看来，就是一条虎鱼，老虎鱼。我刚放下去，不错啊。来，你钳子给我。阿金牛，厉害。这一条可以卖个1200多，半斤100块钱到手吧。看来阿金运气还算是还行啊。哎呀，阿星啊，我也是挂底，都没动。那我们也得努力啊，不能让阿星看扁了。现在流水已经被打，已经钓不了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收获吧。今天看来阿星是把咱们那个给秒了，就阿星钓到这一条那个老尾，这条应该有个4两对吧？这条给阿星那个炖了那个补补身子。给阿金炖了啊！嗯，那我们这一条就不卖了，再带回去。阿金明天晚上回去补一补啊。其实像平常的话，这种视频我根本就不可能更新，但是最近实在没办法，最近连续空气了好几天了，只能每天大家这个视频看一看。可能有很多网友喜欢加阿峰目前这样子的生活，其实我更羡慕的是你们的生活，因为像我们渔民的生活可以说是。如果你要真正的靠我们像我们这样捕鱼为生的话，根本就说赚不了什么钱，就像靠天吃饭一样，不可能做天天游。所以说该上班还是得上班，千万不要出来钓鱼。要打死我也不钓鱼，这个一样不要扔了。你拍到了，我刚才扔掉，拍到了。阿峰今天在这边，你们危险啊！我以后打死都不钓鱼了。如果我又要再钓鱼，我就再发誓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家吧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，回家了。